飞鹏离婚呢，让娱乐圈真的是炸开了锅，各家媒体更开启直播式的轰炸性报道。9月13日，针对飞鹏突如其来的离婚消息，湖南娱乐频道娱乐急先锋当晚也临时增加了直播报道，并通过国内网站进行转播。不料在直播中，主持人张大大提及谢霆锋，竟口齿清晰地称其为王菲前夫谢霆锋，此言一出立时激怒众多粉丝。虽然明眼人一看呢就知道只是主持人情急之下的口误，是无心之举，却还是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，其实有意为之，是提前准备好的，有预谋的。不仅如此，还大举人肉张大大，使其瞬间裸露在大众的面前。各有王菲、李亚鹏超级粉丝挖出张大大整容的照片，搬出其整容的铁证，以报复其王菲前夫谢霆锋的口误说。各有网友调侃道，这可是造谣啊，已经超500了，可判刑了。言及至此，小编也不由得感叹一句，这玻璃心粉丝是真心伤不起啊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